今天天气好，我们准备去妹妹家玩一下，顺便带我们家小白去吃他们家的美食。我们现在走。玩具，我们去买点东西吧。今天他还没睡哦。睡了一下下，现在吃饭。没开车又哭了。这路上还有一个乞讨的。万一有个车撞到了，就对。碰瓷呗。人蛮多的。在这里是吧？阿姨，现在好啊。求问的好啊。哎，不够呀，现在印度的还是学生看的。嗯。然后我问他的，好，来带你去看一下他们家好多好吃的。带你看一下，这是干嘛呀？这个鸭脖子，这个豆腐干好吃，还有这个鸭胸牛肉。陈博义他们最喜欢吃这个鸡尾虾。哦，这个鸡尾虾好大哦。这个是那个玫瑰鱼是吧？你尝一下味道了，我是因为宝宝要喂奶不敢吃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是太辣。看着你吃，我都想吃了。你这个麻辣可以多吃几碗饭了。这个牙签牛肉特别好吃。尴尬了吧？这一个。怎么样？你睡啊。好了，刚刚阿姨给我们拿了很多，我们待会到时候回家吃吧。搞着这个酱板鸭回去吧。阿姨，我们买只酱板鸭回去吃了。酱板鸭。好了。我讲那多少钱？这谢谢奶奶。啊，我拿到我们家一个小钱。怎么好意思吧？那你们很好呀，该该投资舅妈，这还是舅妈，又是拿的又是吃。那我们就先回家。欢迎来这个里吃饭啊！好了，妈妈，吃饭了啦，回去了。不得，你要根据嘞，不管的嘞，你要根据到。我一点点这个章鱼条，这是小鱼仔。哇，这个小鸡蛋，是不是？嗯，那我们吃吗？
不吃的，不吃的。可以。你不能吃这个麻辣，吃不得。好，吃完一个就可以了。吃太多了，那个对宝宝不好。好吧，你吃一个吧。好不好吃？嗯，好的。这个牛肉和那个鱼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吗？这些都是我妹妹他们自己做的。全手工的？嗯。那么厉害。对啊。怪不得那么好吃哦。嗯。他们这个没有加辣椒精的，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订购。嗯，好吃，吃了还想吃。嗯，你还是少吃一点了。干嘛？拿个这么大个碗？这样吃起来吃更营养。哈哈哈哈哈！刚刚吃完了。来，看到我，来吧，对。最好吃的这个牛肉，羊肉。那贵的嘞，都也没花心。别一个人吃完了，等下爸也喜欢吃的，给他留点。下班哦。对。搞点饭。这个是牛肉，嗯。我吃个五碗饭，太好吃。好吃，多吃点啊！我再唱个两三年，你几次都叫他吃喝他吃的。嗯，好了，对。你过来，我叫为啥我喜欢他？